上八点，一群黄建庭县长竞选总部的党工们，在舞蹈老师的带领下尽情舞动，并高喊动算，战斗力十足。这可是舞蹈老师特别为他们所设计的动算舞，活络筋骨又能够提高士气。我把伸手的动作呢，就是改成，我们就是做一个动算，一个喊口号的一个标志，然后做一个这样子的动作，让大家在一天的行程之中呢，都可以达到一个振奋的效果。县长夫人陈玲燕也和党工们一起跳舞，一早开始舞动伸展肢体，带来一整天的活力。黄建庭竞选总部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起做运动，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喜乐的心是良药啊！一个胜利的团队一定要有健康啊，一定要住在快乐里面。我相信对每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哦。我们要一起来努力，追求健康，充满喜乐，这样就是胜利的人生。跳完以后会觉得身心充满活力，然后一天就是美好的开始。年底选战如火如荼进行，维持士气和体力是必须的，保持喜乐的心也是不可或缺的活力来源之一。跳舞确实是个不错的好方式。东台新闻黄威，台东市报道。